是来自 DBH Academy 的，我是陈文龙，然后这位是 Sky， 有几位助教都是你们的教练啦、啊，有来自单冠 Academy 的教练，今天他们来协助我们这个 training camp。OK， 来，我想问你们一下，小朋友，有谁有梦想要成为世界第一的？举手啊，没有举手要可以回家。如果你们打球没有想要成为冠军，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想成为第一。啊，你看到吗？有什么看的、啊？看到没有？今天是全马巡回训练计划的第二站，在吉打阿罗斯达。所以现在我们的小朋友都在活动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给他们训练了。然后而且我们这里还有玩一个游戏，就是等下小朋友会过来这里打球来这个洞，如果打这个洞打进了，我们就送他们巧克力和咖啡，带给他们的家人喝，还有他们自己喝。small group 啦，所以就快 focus 哦，因为他有一些知识没有这样对啦，他来这边呢他就学到更多。这个活动啊 I think is very good 啦，因为回馈给这个每一个州的小孩，所以希望会继续举办下去哦，也很开心，因为他来阿罗斯达，因为他是阿罗斯达人啊，所以就啊刚好可以参加，可以好像让他们有那个热度又燃烧起来了。小孩子啊，有些小孩子很喜欢啊，要谢谢他咯，可以主办这样的活动啊，可以让小孩子参与，这样谢谢红哥。我觉得这个活动不错咯，因为我孩子是没有接触过，虽然文宏是打球的，但是我孩子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羽毛球的。我看他今天来这个活动很开心，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继续办下去，可以让全国的小朋友都会越来越喜欢羽毛球。这是教练给我们知道关于这个羽球的主办，这个对小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然后可能是给他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希望了。如果可以这个活动继续发挥下去是更好了，给全部人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了啊，就是谢谢陈文宏大哥主办这个活动这样了。肯定有好处啊！首先就是运动吧，就是本来对身体的素质肯定有一个提升嘛。其次是从说马来西亚一路来的运动选手，或者说有成就运动选手，有机会接触的话，其实是培养我们小孩子对于本土的一个爱国情怀也好，或者是对于本地的热爱啊，会有一种认识说，哦，原来马来西亚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好的人，有一种正面榜样的能量啊。因为小孩子一直在 Facebook 有看到陈文宏嘛，所以现在可以给他亲眼看到他，可能会对羽球更有兴趣啊。他做这个活动应该是主要是回馈社会啦，让更多的小孩子能够学习到百名灯啊。感谢他做这个活动，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羽毛球的活动，让小孩子会更有兴趣去了解羽毛球，打羽毛球。其实我们的今天的球员哦，有一些 beginner。然后有一些也是会打的，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有潜能的球员，只是说他们缺少一个坚持，所以我们身为家长，我们要栽培我们的孩子，如果栽培孩子要走这个羽毛球之路呢，需要一份坚持的心，跟小朋友一直要，我们要不断要支持他们，因为有些我看到有些小朋友他们打到一半他们就想要放弃了，所以其实这条路做每件事都不是那么容易啦，所以如果决定要打羽毛球要成为世界冠军，一定要有那个坚持那个心，所以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喜欢上这个羽毛球，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可以让他们可以感染到他们，虽然我们是短短的一个三个小时的活动，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去感染他们喜欢这个羽毛球的项目，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国家有更多优秀的球员。kepada Mr. Tan Boon Hiong, terima kasih ucapkan kerana mengadakan camp macam ni yang baguslah untuk budak kanak-kanak, untuk apa skill training budak-budak ni lah, kanak-kanak yang sekolah lagi. Saya datang dari Jitra,
Dan saya datang dengan puasa hari ini. Penat jugalah tapi best, puas. Terima kasih Coach Tan Boon Hiong buat camp kat sin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Anak saya memang sangat minat dengan badminton dan selalu mengikuti perkembangan badminton semasa dunia. Jadi disebabkan minat itu, saya ambil peluang hari ini bersama dengan Tan Boon Hiong untuk sesi latihan satu hari bersama Tan Boon Hiong untuk anak-anak saya dapat satu peluang tentang teknik permainan yang sebenar. Jadi kepada ibu bapa di luar sana, boleh ambil peluang bersama dengan Tan Boon Hiong untuk memberi galakan kepada anak-anak yang minat dalam bidang badminton. Sharin， 我是阿拉斯塔的，然后就是想见到他本人，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在学习啦，因为我觉得要进步的话，还是要有 proper 的训练咯。开球原来我之前开的方法都不大对，就是有学到，然后现在就是学发球。最后要谢谢丹布向他举办这个回馈社会的活动，收益良多，就是免费的，很谢谢他。很多人跟我打球，但是我。 应付不到，但是呢，首先他们要挑战我，他要挑战这个洞先，他进了这个洞，然后他去那边旁边写名字，等下最后 session 我跟他们对打，OK， 现在看谁几个人可以进洞，如果可以60个人进，我就打，跟60个人打 ，OK。